往前一丢，男神言承旭献出开球初体验，力道很够，但这球飞得有点太高了，让他本人不是很满意。我刚练习的时候，他们投的时候，他们还有吓到，他们就觉得我好像还蛮有潜力的，所以可以考虑回来打球一下。自夸练习时投超好，连正牌球员都称赞。不过上了投手丘，小小失常，但是男神很会做人。碰上母亲节，一上场就先送给球迷一人一朵康乃馨，瞬间尖叫声四起。会在日本发片嘛，所以可能又就是会不在，所以就会希望说有机会就是可以陪陪家人。除了当孝子陪妈妈，大家更关心言承旭的感情状态到底情归何处。感情生活就等你介绍啊。说是这么说，但一问到和林志玲的万年绯闻，言承旭这回把球给丢回去，还说要看对方愿不愿意。暧昧回应让外界很有遐想。据先前传出 F4 有望在今年合体，言承旭也是满心期待。刘星宇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还是有那个感动啊，就是会想到说，如果再看到，就是我们四个人站在台上那个感觉，应该很多的那个吧。男神事业有成，就差感情还没开花，也让不少粉丝都希望早日听到好消息。记者吴奎彦、李准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